我今天是说，你要不要签？你要不要签？态度这样子，我真的很没有办法接受。你要不要？男子违规被开单，不满警方态度差，爆发口角。你要不要签？啊，你不签，交警不配哦。你要不要说？我没有说我不签。原来其实是在路上被拦下来，称自己不清楚哪里违规，控诉警方频频刁难。你总该给我被开单的理由吧？他说我没有义务告诉你，我也没有理由告诉你，你自己去查。那读秒的时候就直接拿出来，一二三，你签不签？你签不签？你不签就拒签。事发在五号晚间，台北文山区万盛路口，陈先生停红灯时，车轮超越停止线，被警方叫到旁边开单。结束后，陈先生回转跨越双黄线，又被拦下来。他不满警方读秒逼签单，甚至没告知违规事项，短短五分钟吃上两张罚单。我被一个好像流氓的警察这样子，我是觉得被欺负了。那可能是我违规，你也不跟我讲。本分局审酌举发过程有争议，将依法主动撤销罚单，令原警延迟态度欠佳致民众投诉，本分局业余行政惩处。警方取缔违规有 SOP， 拦检后必须告知稽查事由再举发开单，若民众不收受通知，警方就得注明拒收。这回民众违规，警方却没告知原因，也难怪他气噗噗，满头问号，还不知道错在哪。三立新闻徐兆伟、林玉君台北总报道。